在哪里？有请主持人蒋昌建。你的节目就是人类的财富，欢迎收看金立 eLife S5.5 最薄智能手机冠名，沃尔沃一区智能科技最强动力支持的最强大脑。我们要让科学。我想告诉观众朋友们的是，今天是中外 PK 赛的第一场，由中国的战队对战意大利的脑力精英。那么这可以说是这个地球上最高智商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好，接下来我请场内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吝惜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欢迎我们的挑战者。这里是最强大脑中外 PK 赛，中国战队迎战意大利战队，备战区。让我们先来欢迎远道而来的意大利战队 ，Franco Gengodi。Sono Franco, e state attenti che vi tengo d'occhio. Marco Pellegrini. Ciao, sono Marco. Ricordate che a volte ci vuole orecchio. Andrea Latorre. Ciao a tutti, sono Andrea Latorre qui per vincere. Matteo Salvo.Ciao, sono Matteo e vi stupirete della nostra memoria. 再把掌声送给主场作战的中国战队郑才谦。大家好，我是郑才谦，火眼金睛只存在于中国。杨冠新。大家好，我是杨冠新，脑力近日是为了发掘人类的财富。李云龙。大家好，我是李云龙。我今天要向世界证明少年强和中国强。吴天胜。大家好，我是吴天胜，我在这里无人能敌。一二三，加油。今晚究竟谁能更胜一筹，一场巅峰对决即将拉开帷幕。两国的战队的队员们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已经嗅到了那一点火药味了。当然我们这次呢还有两位新嘉宾，一位就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林丹。今天终于见到他的真人了，因为在每次的挑战的过程当中，李永波老师每一次都要谈到林丹，更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向选手和观众许诺，我去要林丹签名的一个球拍送给你们。所以我想问一下林丹，累不累？我觉得能够有很多人喜欢这项运动，我觉得非常非常愿意。大家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林丹今天的打扮哎跟运动员的那个形象不太一样，反而像教授，对不对？好帅哦。接下来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了，这是一位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国际评审，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Michael Garvin 脑科学研究所的所长 Rob Decibel。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简历介绍。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心理卫生研究所主任 Robert Desmarney 开创了灵长类认知神经生理学研究的新纪元，国际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是远道而来，所以我的问题 ，Robert Desmarney 先生，请问百忙之中为什么还要挤出这些时间参加这个节目 ？I know I should say it's because of my dedication to science.But actually, I came because it's a lot of fun to be here.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节目呢，对于科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In brain science, we study miracles every day. The miracle of a child learning to talk, learning to walk. And on this show, you see miracles every show of people's fantastic abilities to memorize and organize information. AndThe great thing about the show is it gets people excited about how it is all these things can happen. How can the brain do these things?
And I am excited to be part of a show that gets people excited like that. 好，我们欢迎这两位新朋友的到来。那么，我们看一下比赛规则。最强大脑国际 PK 规则，四个项目，两国选手一对一单挑决出胜负。四轮结束后，若产生平局，则由国际评审挑出四个项目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在该项目中胜出的国家，则获得最终胜利。这个最难的一个现在已经装进了那个信封，也就是说最难的项目的那个成功的挑战者，也就代表这一方的国家最后的胜出。信封在我们的教授手上，那么结果我们教授会传递给我们，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宣布。那个请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还有现场朋友放心，我们对这个 Rubber 呢已经做过了一些简单的这个了解了、哦、他本身虽然有意大利血统，但是他老婆是中国人、哎、所以这一点比较练，我们应该有希望吧，赢的希望大一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传统是老婆说的算吗？好，加油。接下来我来宣布中外 PK 赛，中国队对战意大利的脑力精英的比赛，现在正式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备战区。即将出战的是意大利队的 Brando， 赢在他的是中国队的郑才谦。Mi chiamo Franco Gengotti, ho 48 anni e mi occupo di cinema e fotografia tridimensionale. Franco Gengotti 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视觉天才，他从四岁开始就开始对很多视觉的图画好奇不已。Mia nonna mi ha regalato un viewmaster, un visore 3D. Avevo 4 anni e mi si è aperto un mondo magico.他开始对于特殊视觉狂热起来，他喜欢搜集不同的视觉图片和视觉设备，创造不一样的视觉体验。30 anni di lavoro e di passione mi hanno portato ai vertici mondiali, per cui riesco proprio a vedere oltre. 在意大利的节目中 ，Franco 展示了自己的能力，让人惊叹。这一次来中国 ，Franco 相信自己的能力依然能够让自己胜利。Mi sono reso conto che sono uniche e non penso ci sia nessuno al mondo capace di battermi. 最强大脑首位晋级选手郑才谦，火眼金睛挑战史上最变态道具。晋级后一度成为挑战赛的焦点，王者地位从未撼动。今晚让我们再次见证王者归来，来挑战我吧，用实力来捍卫中国的荣誉。今天这两位选手将同时挑战魔方墙找茬，挑战者抽签决定先后顺序，顺序在先者率先出题，在一面魔方墙上为对手随机变动三个色块，颜色不能重复。挑战者将凭借超强脑力找出被变动的色块，在规定时间内找出被变动色块多的一方胜利。如双方找出的被变动色块数量一致，则交由国际评审决出胜负。请看道具。La parete è enorme, la prova è molto difficile, però la parete è molto bella. Pazzesco. Yo, Ching, Liang Wei, Fei Lan Zhe.意大利队的 Frank，
国队的郑才千。加油！多喊口号。加油，郑才千！郑才千，加油！呀，欢迎你。好，到而来的 Franco 啊，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Beh, mi devo concentrare perché devo fare bella figura a tutta Italia. E ci sono tanti italiani in Cina che faranno il tifo per me. 好，再见。我觉得 Franco 他非常厉害啊，他对这种视觉图片的所经历的时间啊，可能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今天能够跟这么样一位重量级的选手进行对决，我觉得也非常荣幸。但是我还要补充一句话。我的能量都在我的大脑之中，火眼金睛只存在于中国。今天我就要证明这一点。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可期哦，两位这个巅峰对决。杨波老师，今天林丹来，是作为19次世界冠军的获得者来，我觉得对我们的中国队的选手来讲是最大的鼓舞。哎，好。这个，所以我要问林丹了。哦，林丹，你看一下这个魔方墙，因为他们都看过哈。你的第一印象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再看一会儿我想吐了。那么我让 Dog 的位解释一下，今天的这个挑战项目跟我们在前面的郑才千比赛的那个时候的项目有哪些难度的升级？郑才千第一次来展示他的才能的时候，我们是3×3的，就3米长3米高，但是今天是4×3，宽度更宽了。以前我说他用的是视觉能力，用了他的眼球的控制能力和他的视觉辨析度，今天所有的这些要求都提升了一个新的档次。过去是5000个魔方块，对，现在变成了7000个，对，也就是说难度会增加很多，是吧？对，就在所有的能力都要求都更高了。 Che è davvero una prova straordinaria e ci vuole un'abilità che penso abbiano in pochi al mondo。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谁先出场呢？是由我们投硬币来决定的。好，郑才千，你先出题，然后 Franco， 你先迎接挑战。我个人并不太喜欢这样。我先给他出题的话呢，那么他之前的表现呢，就会给我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我如果给他出了这个题目之后，他觉得非常难，他反过来就会拿这个题目来考我。下面，我们请 Franco 上热点一。那么，才千，你有变换3个魔方的色块的权利。好。好，那么注意，听我口令。现在，请郑才千挑选3个要变换色块的魔方。我要变换这个魔方。请问要变动哪个色块？我需要把这个色块换成这个色块。对的，没错。挑选应该跟我们当初帮他挑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会看的人他一定知道难度是在哪里。好，我要变动这个魔方。我需要把这个色块换成这个色块。要把这个色块换成这个色块。对的。Per mettere in difficoltà Franco, quella di scegliere colori simili.
quindi magari il bianco col giallo, l'arancione col giallo, sono difficili da distinguere. Franco, 准备好了没有? Sono pronto. 接下来, Franco, 如果你准备好的话, 请上, 定点位。 Franco, 请你听我的指令. 3, 2, 1, go. Secondo me era un po' in difficoltà. Ah. 那么请告诉科学助理. Allora, 5C circa. Scusa, togli. Via. Fammelo trovare di nuovo, perché adesso devo ritrovarlo. Vai in su, su, stop. Scendi piano, scendi, stop. Giù di uno, giù di un quadrato, giù di uno. Quello lì, è verde quello lì? Sei sicuro? No, aspetta. Quello sopra, quello lì. Sei sicuro? No, non sono sicuro. Però scelgo quello. Non sono sicuro, ma dico quello. Ah, c'è di transe. 那有请科学助理来验证。 Il tempo passava molto velocemente, però non avevo davanti a me un pannello che mi dicesse quanti minuti. Allora quando sono andato a vederlo e ho scoperto che ho sprecato così tanti secondi senza trovarlo, e lì mi sono innervosito parecchio. Two.
在第一次辨认失败之后，意大利选手又连续两次出错。剩余时间已经不多， Franco 能否在最后关头挑战成功呢？还有六秒之前他按下来了，请告诉我们科学助理他的方位。A zona A, A 3 A 2 gi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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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su, su di uno, su di un quadratino, su di un quadratino, quello lì, quello lì, quello lì. Sei sicuro? No, quello lì. Non sono sicuro. 好，请你转身，如果你觉得是的话，请转身了。No, non sono sicuro.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魔方所在的位置。我们发现这两个魔方是一样的。对不起，回答错误。对不起，不正确。请科学助理把魔方还原。我们的魔方已经还原了。那么我要提醒一下 Frank， 你可能只有最后的六秒钟的时间了，那么听我口令 ，3, 2, 1, go。时间到，很遗憾。接下来呢，你要为正财签挑选三个变得色块的魔方。目前中国选手只需要找出一个色块就能成功，在这个情况下 Franco 会出什么样的难题阻止正财签呢？ Franco 已经把三个变换色块的魔方呢已经选择好了，彩钱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请你走向定点位。请你背对魔方，请转身。好，彩钱你要听我的口令。3, 2, 1, go。 光可以加强一点吗？现在来说一下象限，这个比较偏，它是在 C， 但是它在最右边，在七。你先点到 C 七，然后我会慢慢告诉你。然后的话，你现在指的是蓝色吗？是的，是蓝色。然后你的蓝色上面是红色对吗？是的，是。再往上是白色对吗？是的。好，你就留在了个蓝色哈。那个，然后你蓝色下面是红色对吗？是的。好的，往上，从上往下报哈，白色，然后红色，然后蓝色，对吧？
是的。然后蓝色下面是红色，对吧？是我现在所指的这个红色。啊，对对对，行，就这个红色。然后对，啊对，对面是个蓝色哈，对面是个蓝色。科学助理验证。请大家安静。回答正确。好，你还有1分40秒左右，你要继续挑战还是休息了？我知道 Franco 前辈他给我出的题目非常难，所以我还想再尝试一下。Go。对不起，时间到，恭喜你，已经很厉害了。那么第一轮是中国队的团队胜出，我们祝贺郑才坚。与此同时，当然我们要感谢意大利战队的 Franco， 我们也为他的在这个舞台上的用心的表现表示感谢。如果再加几分钟的时间呢，那么他给我出的我应该还会再找到多一个多两个，但是我相信我再多给他几分钟时间，那三个里面 Franco 还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好的，我想先问一下郑才谦哦，我发现你的能力是提升了耶，因为你第一次来录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计时，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比较久，现在你是6分17秒的时候就找到了第一个，而且中间你还觉得眼睛很酸，是不是？林丹也在旁边说，你觉得他特别想赢。对，我是很担心那个郑才谦压力过大，太想赢，所以会有一些发挥上的会有一些紧张。我想问一下，太想赢，它会让你生理和心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会有太多的一些负担，会改变了原来那种常规的节奏协调。我觉得林丹哥他分析得很对，我是非常想赢，按照我别人的想法呢，我是希望在4分钟之内把他三个全部找出来。但是呢，我知道会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当我第一遍没有发现的时候，我其实是比较担心，也的确是影响了我的一些发挥。国际评审，你能告诉我你观察整场比赛下来你的想法？I watched both of their eyes during the competition. You could see they have independent control over their eyes. But I think the game has made this test almost beyond the ability of the human brain, with it being so large. It's almost beyond the acuity of the retina in the eye. Incredibly difficult what you did here. So I think they both have super brains. Okay, 好，找各位，你有什么补充吗？其实才谦他们俩都玩了很多战术，都是高手的时候，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色块，什么位置最有挑战性。比如说，今天我其实记录了他们每个人放的地方，基本上都在整个板子的下线。往下半部分走，然后往边上走，啊，因为比如说才谦掏出来那一个，其实在他的整个视野的最边缘，这其实最难变的，所以两个人都非常的了解这个项目的难度，然后他们基本把这个难度都施加到对方的身上，在这方面，他们的确都是专家。哎呀，再次感谢两位，谢谢你，回来，谢谢，谢谢。请大家为 Franco 加油，加油！
e che il suo avversario è stato molto bravo. Dobbiamo dare il meglio. 好，在这一轮的中国战队和意大利的脑力精英的比赛的过程当中，中国队暂时以1-0领先意大利队。这里是由精灵Elite智能手机冠名、电动车领导者艾玛特约播出的《最强大脑》，红牛，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我们有请下一队挑战者。 好，这一轮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 Marco Pellegrini， 迎战他的是中国战队的杨冠新。Ciao, io sono Marco e vengo da Pisa. Marco Pellegrini， 他在意大利的最强大脑中被称为拥有绝对音感的超人。 A 10 anni ho scoperto di avere l'orecchio assoluto, una caratteristica speciale che hanno solo poche persone. Cioè riesco a riconoscere le note che vengono suonate. E questa mia capacità con l'orecchio non si può imparare, è un dono di natura. Io rappresento l'Italia. Io vengo in Cina. La mia testa è più forte e voglio vincere. 老师杨冠新，遇强则强的他，只为挑战赛而来。升级版变脸诗人，1770张韩国小姐合成脸，只为挑落千面师奶李玉娟。觉得他能够成功的举手，没有。面对众人的怀疑，他沉着冷静，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26，你比电脑还是要厉害。我们李玉娟暂时的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今晚，他为中国荣誉而战。今天，这两位选手将同时挑战听音量水。嘉宾随机挑选三个杯子，挑战者依次听杯子的单音，报出杯内水量总和。正确率高者获胜。 如正确率相同，则由国际评审决出胜负。有请两位对战者。大家好，好，我们欢迎意大利队的 Marco， 还有中国队的杨冠新。那走路挺有范儿的，杨冠新看着正式就不会输给他。 你好，姜老师好，欢迎。我刚也有疑问，因为我以为他只认识漂亮小姐的脸孔，但他是音乐老师。但是我想问一下 ，Marco 的职业是什么？Faccio il consulente nella acustica。哦，但是 Marco 的成长过程是不是有很多接触音乐的机会呢？因为我想在意大利的美术音乐应该是随处可得的，是不是？Sì, ho anche studiato musica。 好，两位音乐方面的高手了。所以请问一下，小杨，你有绝对音感吗？目前还没发现。但是 Marco 有。那对不起，什么叫绝对音感？对啊，什么叫绝对音感？对 ，sento un suono e posso dire che nota è。 所以是只有乐器弹奏，还是人的讲话，或甚至喇叭声，它都可以辨出来是这个是拉还是 do？ No, deve essere un suono, non un rumore。 哦，可能是噪音的，它都辨认得出来。 那么你听音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你好就可以的，非常好。来试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哇塞，唱的比说的好哎！哎呦，哎呀！ 不错不错，哎，永波老师，刚才你说的这个绝对音高，我们已经听到了你的解释。那有没有还有什么相对音高？有没有相对音高啊？对，这个应该请Dr。为了解释一下。哎，其实从相对音高来解释就比较容易一点，就是如果给你一个基准音，你就能够判断出另外的音是多高。但如果是绝对音高的话，你就不需要任何基准，你只要听到任何音乐或者任何声音。 只要不是噪音，你就能判断它的音高有多少。所以绝对音高这个能力，实际上是
可能一万个人中间有一个。天赋的这样的天赋在里面，对。L'orecchio assoluto è una caratteristica particolare. Dicono che uno o ce l'ha dalla nascita, oppure se non ce l'ha non lo può avere. 好，我们先看一下道具。大家可以看到了啊，他们在演奏的这些杯子当中呢，实际上是装了水。那么每个杯子的容积，包括它装水的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呢，每个杯子呢，它就会发出不同的音来。选手呢就要听，然后通过它的不同音来判断这个杯子它装的水量到底有多少。好，我们的国际评审好像有问题。I would like to try the tone myself. Okay, go ahead.This is difficult. This should be the test. Yeah. How you do it? Oh. Yeah. Oh. Oh. 接下来 ，Michael 和杨冠新要通过抽签。来决定他们出场的顺序。我会高抛硬币，朝外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就代表哪一个国家的战队先开始挑战。明白。好。结果会是，好，意大利队先挑战，你先挑战。准备。啊，好，请两位坐上。热电影，好，我们会为选手们挑选三个杯子，名单来。这两个。选好了吗？好，谢谢林丹。Michael 准备好了没有 ？Sono pronto。好，请乐师演奏。Va bene。好，第一个听好了。Va bene. 好，第二个挺好。Va bene. 接下来我们就要杨冠希迎接挑战了，我们请国际评审为他挑出三个杯子，有请。好，请按照顺序排好。好，谢谢宝。杨冠希，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接下来请乐师听我口令，开始演奏。听好了。听好了。
听好了。好。写好了。好，我想提醒各位的是，我们的误差是允许在三克以内，如果是在这个误差之内，那么它就算正确。意大利队的答案到底对不对呢？请报出意大利的答案，科学助理。意大利选手写出的重量是276克。276克，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我们来验证一下。第三个杯子，好听。多一滴少一滴，所以它的音准就会有变化，所以要对音乐有非常强的这种敏感度。现在是233.5克，它最终写的答案是276克，也就是说，杯子的这个水是不是要？大概是还有43.多克，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继续，金立 eLife 一期，精彩继续。销量领先的爱玛电动车提醒您，你可以登录到最强大脑的官方网站，也可以到火车网的最强大脑专区参与报名。另外呢，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的官方账号，参与节目的互动，你有机会获得爱玛电动车为你送出的精美礼品。他最终写的答案是276克，到底是不是这样呢？498克，那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我们来验证一下。第三个杯子倒下去，会不会是杨建新所写的498克呢？现在是393克，还剩这么多，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有100多克呢？3.6克，非常遗憾，它的误差是超出了3克，
他的误差是4.4克，应该是这样。恭喜意大利队，你这轮一轮挑战成功了。有请选手。白口祝福你，耶，非常了不起啊！这个很值得一点，是。好，来，永波老师。当然，首先是恭喜意大利能够拿回来一分，现在变成是1-1了。是。而且这个意大利的选手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准，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还是对杨冠新的这个比赛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要让林丹去跟这个刘国梁打乒乓球一样。对，因为本身我们在看到杨冠新挑战的过程当中，不是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前挑战，今天用一个相对的这种音高去挑战绝对的音高，他本身在挑战项目上就已经吃亏了。我觉得你表现已经非常优秀了。我非常佩服Marco， 也非常的祝贺他，因为他代表的是人类的一种天赋。哎。今天虽然战败，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没任何一点遗憾。哦哟，好，拥抱一下，来，Marco， 来，到我这位。我对他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赞赏，他的，谢谢。我觉得他身上展现了一种精神，一般人都会知难而退，他是迎难而上，所以我非常赞赏他。谢谢。好，现在的结果是，中国战队跟意大利战队是1-1，暂时打平。Marco， 谢谢你，恭喜你啊！也谢谢咱们的杨冠新，也谢谢，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请你们到备战区观战。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精灵一来 S5.5 最薄智能手机为您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红牛，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动脑不怕累，盼盼核桃会为挑战者加油，有请下一队挑战者。首先参加比赛的意大利的队员是安德利亚，迎战他的是中国队的李云龙。Angelato 是意大利最强大脑年龄最小的挑战者。Ciao Cina, sono Andrea La Torre, ho 12 anni, abito in Italia, a Carmagnole, provincia di Torino。他在节目里用自己超长的记忆力赢得意大利最强大脑的冠军。La mia memoria mi aiuta nello studio, e mentre gli altri ci mettono un mese, io, a me bastano 3 sere. La mia mente è come un computer. Tutto quello che vedo lo memorizzo. Numeri, immagini, facce, qualsiasi cosa. Voglio oltrepassare i limiti della mia memoria. Io rappresento l'Italia. Vincerò.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天才少年，空降挑战赛，子承父志，不走寻常路，凭借过人脑力，即用时39秒制作天桥音乐，力压群雄，轻松入围最强大脑中国战队。儿子真棒！淘汰的选手是李勇，而父亲意外被淘汰，让这喜悦蒙上了些许阴影，但这算不了什么。挫折不会让他的光芒暗淡。今天这两位选手将同时挑战新郎新娘配。51对新人打乱顺序排成一列，两位挑战者交错方向，同时记忆，记忆完毕按下计时器，随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型摆放。双方摆放完毕后，从记忆时间长的挑战者开始验证，正确率高者获胜，如正确率相同，则用时较短者获胜。有请两位对战者。
好，我们的第10集战队已经站在我的身边了。啊，我首先问一下Andrea，你今年多大？12，quasi 13，ammazza。12岁，运动呢？12岁半。12岁半也差不多啊。 你很喜欢运动，对吗 ？Sì, gioco a calcio. 喜欢足球 ？No, vabbè, io pratico il calcio, poi vabbè, mi piacciono tutti gli sport. 是吗 ？Bene. 你知道对面的那位帅哥，戴眼镜的， 叫林丹，你知道他吗 ？Purtroppo questo sport qui non è molto famoso in Italia, quindi non lo conosco. 我看你这个身材呢，平时对不起运动吗？运动，但不算太多吧。不算太多。爸爸一个礼拜给你放多少假？基本上不放假。啊？嗯。天，谁看到这个父亲？<笑>你父母亲一个礼拜给你放多少假，让你自己玩？ Quando sono a scuola ho due giorni liberi sabato e domenica, però il pomeriggio non ho niente da fare, quindi vado a giocare a calcio con gli amici. Wow! Oh, 那么舒服啊！哎，到意大利读书好不好？同意。啊，同意。坚决同意。来，桃子。 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英雄出少年，然后成名要趁早啊！那所以想请问一下 Andrea， 这次来到最强大脑，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Sì, certo, per partecipare, divertirmi e vincere. 有志气。哎呀。Sì, capisco。永波老师，自从这么小，在赛场上就有这么大的雄心。 对，我刚才一听他这么说，我也觉得他还是这种竞技的这种要求很高的。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12岁多，胜输并不是最主要的，你们已经是经过选拔来到这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我觉得你们好好的交流，成为朋友，既是对手也是朋友。我更希望李云龙拿出点亮剑的精神。好。林丹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12岁的时候，你在何方？12岁刚刚95年入，就是代表解放军队，以羽毛球队的专项的这样一个。哦，12岁有没有参加一次比较大的比赛？12岁最重要的比赛应该就是全国青少年比赛了。对，你获得的成绩是？最好的之前是全国少儿业余男单冠军。哎呦！ 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少年的世界比赛，哦，所以国内先比。对，如果有少年世界比赛，就是世界冠军。好，林丹，嗯，哎，哎，永波老师啊，真是慧眼识英雄。林丹，第二个问题就要问你了。嗯，第二个问题其实与其讲问你，还不如说呢，给你一次普及羽毛球运动的机会。是，给你2分钟，说服一下 Andrea 去打羽毛球。对，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也很感谢这个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到最强大脑这个录制的现场。一个是非常开心，第二呢，我也带上了自己的球拍。我希望呢，两个小朋友在学习的结束的过程当中里面，能够多一种这个运动的方式，就是羽毛球。所以我希望他们会对这项运动会感兴趣，希望他们能得到快乐。你的意思是两个小朋友如果 不管谁胜谁负，你愿意送他们签上你的名字的球拍吗？哇！谢谢。好，球拍就在林丹的手上了。OK， 小伙子啊，他是世界冠军，他会在球拍上签名送给你。Grazie。好，同样的李云龙啊，他是奥运冠军啊，不是世界冠军。对不起，奥运冠军跟世界冠军的区别是什么？他拿了2次奥运冠军，16次世界冠军，你说哪个更重要？哎呀！哎呀！ 好，言归正传，今天这两个12岁的孩子，同时要挑战的项目是非常的浪漫，叫做新郎新娘配。接下来，有请51对新人上场。Hey baby,
是，在他们当中有多少队是真实的新人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一测试就知道。所以大家跟我一起呼个口号，一、二、三。好，他们当中呢有90%是真实的新人。猴子啊，你走神了吗？不是，因为我有点惊讶，有这么多人同时都想不开。林丹，你有什么幸福的寄语给到他们？我当然希望他们都能够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对，衷心的祝福他们。对，好，谢谢林丹的非常美好的祝语。好。接下来呢，我们挑战即将开始。那么也就是说，李云龙，你会从右边开始记忆；那么 Andrea， 你会从左边开始记忆。好，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都准备好的话，请你们上挑战位。好，我们也请科学助理为他们戴上眼罩。好，请50位新人准备好，听我的口令。三、二。一，挑战。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疼？我们现在看到51对新人的次序呢，已经完全的随机大乱了啊！两位对战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Pronto。为他们取下眼罩，同时两位对战者，听我的口令 ：3、2、1，Go！ 。Diciamo che percorrendo da destra verso sinistra bisogna forse leggere al contrario, cioè siamo abituati a scorrere da sinistra verso destra quando leggiamo e quindi in questo caso Andrea legge dal verso giusto. 玲珑从右到左来记可能会比较难一点。Brava a gestire l'emotività nonostante la pressione del pubblico, anche se ha visto il suo avversario più veloce ha continuato a tenere il suo ritmo, sta puntando a fare tutto giusto.
我承认我摆好了，不错，但是关键还是正不正确。 按照规则，我们请记忆时间相对来讲比较长的，根据我手上的时间是 ，Andrea 花了2分41秒51来记忆，而李云龙呢是花了1分18秒15来记忆，所以，我们请 Andrea 首先报出你摆的秩序。那么我们也请科学助理来进行验证。 Marito, marito, mog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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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glie. Marito, moglie, marito, moglie, marito, marito. Marito, moglie,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oglie, moglie,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arito,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ar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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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glie, moglie. Moglie,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oglie, marito, moglie,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arito. Mar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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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glie, moglie, marito. Moglie, moglie, marito. Marito, moglie, moglie. 101个完全正确. Grande, grande, mamma mia, fantastico, fantastico. 好，我们祝贺 Andrea 刚才摆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102个。 新力 eLife 1期精彩稍后继续。电动车领导者艾玛提醒您，精彩继续。动脑不怕累，盼盼核桃会给您带来超级体验。那么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朋友呢，你可以。 通过短信发送“最强大脑”到1214下载“最强大脑”的官方游戏，你可以边看边挑战。你有机会呢走进上海交通大学Bio-X 研究院，那么体验最为专业的脑力测试。我们祝贺安德利亚刚才摆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102个。那么接下来。 No, sbagliato, poverino, no. 没关系。我摆错了。主持人。没关系，没关系。那边李云龙刚刚已经在那个过程。哦，因为我看不见他。已经崩溃了。摆错了，没关系。这是一个。没关系。
我记对了，我摆错了。对，只要参加比赛就可以了。爸爸在那边说了，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哎，没事啊，没事，没事。我记对了，但是我摆错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李云龙，没关系。好，我记对了，但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问题，加油，加油。没关系，来。这个李云龙，李云龙，我给你讲个故事。哎，李云龙，李云龙来来。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林丹哥哥21岁，他参加奥运会就应该拿冠军的，结果他第一轮就输了。但是他很坚强，或者他后来获得了2008年和2012年的冠军，知道吗？所以说很正常的，比赛就是这样。好吧，你听我说一句。没关系，没关系。人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你只是正好在这个时刻里面，真的没事。没事，没事。你记住你这个时刻，你只要学会这些，你以后会更坚强，才会有更大的成功。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总会有失误的时候。爸爸来了，站起来，没事，站起来，没事，勇敢的站起来。没关系，没关系，来。没关系，没关系，来，没关系，站起来，站起来，没关系，没关系，站起来。但是我记对了。我知道你记对了，没关系，你记对了。来，站起来，站起来。谢谢爸爸，来。听爸爸的，站起来。人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来。来，站起来，孩子。站起来，没事，没事。爸爸在跟前呢，没关系。来，孩子。哎，对，好。那个真的是崩溃的哭法。这小孩压力太大了，我觉得他的这种流眼泪，并不是可能因为可能会输掉比赛而流眼泪，他会觉得好像一切都结束了。所以我今天我觉得这样其实看得心里面特别难受。真的没事，没事啊，没事。加油，把它完成。好，你们都离开，我来陪着他，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把步道好吧？好，没关系。要不这样，我提议一下。他说他记对了，摆错了。我们给他一张纸，让他把120个数字写出来，行不行？我没有报错。好，我先祝你没报错。没关系，我报吧，我可以。没关系，他现在已经过了。好，小伙子。新娘，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慢一点，孩子，先不着急，慢一慢，慢慢抱。新郎，新娘，新娘，新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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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娘，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娘。点到哪了？你手指给我一下。新娘，新郎，新娘，新娘，新娘，新郎，新郎，新郎。新郎，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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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郎，新娘，新娘，新郎，新娘，新郎，
新郎，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新郎，新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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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新郎。没有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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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对手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哭了？这两分对他来讲也非常的难熬。我不知道，我先。好朋友，两位都是好朋友，好棒，两个人都很棒。录最强大脑录了这么久，没有一集像现在这样这么情绪起伏这么大。安德烈哈，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比较平静，因为他有可能出错。那为什么你到最后情绪也是那么激动啊？Ero preoccupato per lui perché c'era rimasto troppo male, mi ha fatto prendere un colpo。这就是孩子们的世界，你们知道吗？输赢已经不重要了，他不在乎他的使命，他只是说我担心他。掌声再给他，安德烈。怎么样？李云龙，李云龙，你要更相信你自己好吗？在场没有一个人的智商比得过你，哎，知道吗？那没有，因为你们俩顺序是不一样的，他是从那儿抱过来，你是从这儿，所以一开始可能你听到他的顺序。我可以说场上。我是非常非常想赢的，我一直想赢，但是刚才看见你们俩哭成一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胜负其实不重要了，真的不重要了。但是按照比赛规则还是会有一个结果，就恭喜你李云龙，这一轮呢你胜利了。但是我还要说，李云龙的胜利让我感动，但是我觉得安迪拉的眼泪征服了我，所以恭喜你。谢谢。Ci ha dato una lezione a tutti noi. Cioè due bambini di 12 anni ci ha dato una lezione che andiamo via tutti più ricchi. 好，接下来我想。请几位评审理性的来去对刚才的这种挑战谈你们的认识。永博老师，而刚才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安德烈他确实是很开心的去玩这个游戏，而且他在 VCR 里说到的那些，说他每一天他可以有周末，他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休息，他还可以有半天的时间去享受足球。而李云龙没有，他说他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时间。对，我觉得场上的这个压力往往就来自于平时。是，我更希望李云龙的父亲能够给他更多的时间。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完成了，只是李云龙的时间稍微的多短一点，短了一半。可是他失去了自己童年的很多的快乐的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胜利未必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需要的。好，你们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硬汉林丹刚才其实也是在私底下控制不了自己，所以林丹，我觉得今天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我希望李云龙能够非常非常好的珍惜你这位好朋友，我希望你们永远都是好朋友。一定。好的。其实李云龙，你刚刚已经是放弃到爸爸要抱你，你都站不起来了耶。不可以这样子，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所以我觉得你的人生观，因为碰到了 Andrea， 你一定要有所改变。就像刚刚一开始 Bob 来到节目中，他说希望我们 We are here to having fun，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变得很好玩，这样我们的大脑才会更活化，好吗？好，那么现在呢，我想听一听国际评审 Bob 对刚才的挑战项目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分析。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 in neuroscience in recent years is that there's not this big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parts of our brain and the emotional part. Emotion is all wrapped up in the mechanisms of cognition. Many of our decisions are tied with emotion. The memory part of our brain is the most tightly connected to the emotional system.So emo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a natural part of the process, the natural process of winning and losing. And we just need more acceptance of that. 好，罗德威，你有什么补充的？我刚才在给李云龙给他一些鼓励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监视器里面，我发现我们的意大利朋友也已经哭了。就像我说的，这有时候我们是。是一个竞技项目，但是我们不仅收获了大家带给我们的知识、脑力的展示，更收获了你们来自意大利的友谊，谢谢你们。好，就请林丹兑现他的诺言，给他们两位送他签名的球拍。谢谢，谢谢林丹。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综艺两个团队的脑力对决的结果，前面三轮是2-1，那么中国的团队呢暂时领先。那么我们下面最后一轮，我们请两位小朋友到备战区去观看。我在想，我们失去的那些童年，孩子们会用他的爱、关怀、同情和友情，帮我们一起找回来。不让我们一起迎接下一轮的挑战，我们来看一下备战区。意大利队出场迎战的是 Patrio。那么中国队迎战他的是吴天胜。Matteo Salvo 是意大利脑力界最强大的人。Mi chiamo Matteo Salvo, 37 anni e vivo in Italia, in particolare Torino. 他凭借自己超强的智力，为意大利取得了许多荣誉。La mia abilità consiste nel memorizzare qualsiasi tipo di informazione. Possono essere nomi o visi di persone, dettagli, l'abbigliamento. 他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记忆大师。Però se voglio posso ricordare qualsiasi cosa. 此次 Matteo 来到中国迎接挑战，就是想维护意大利智力界的荣誉，打败所有面对的对手。Sono una persona alla quale piace vincere. Il mio cervello è molto performante e vengo in Cina per sfidarmi e non voglio deludere i miei tifosi italiani che mi seguono. Ci vediamo in Cina. Vinciamo! 指纹神探吴天胜，在中国最强大脑的晋级赛中，
吴天胜挑战了120个陌生人的指纹和人名的匹配记忆。面对质疑，他轻松应战。吴天胜用他强大的大脑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135分。现在他要为中国战队的荣誉而战，向欧洲选手发起了最有威胁的挑战。我不会被任何人打败，你敢来吗？只有强者才可以为中国而战。今天这两位选手将同时挑战秒杀飞碟杯。40个飞碟杯分成4组，每组标有0到9的数字。双方挑战者抽签决定挑战顺序，自选观察飞碟杯时间。国际评审随意挑选15个杯子，飞碟杯操守任意堆叠。挑战者观察完毕后写下答案，正确无误后，用时较短者获胜。有请两位对战者。主持人好。好，你好。Bonjour。Thank you. OK. Matteo 他实际上呢是意大利唯一的在国际的记忆比赛当中呢获得记忆大师这样的一个称号的，祝贺你啊。Thank you. 那么吴天胜呢，他也是中国首位的世界记忆的冠军。谢谢。好。来，永波老师。我对你非常有信心，吴天胜。谢谢。但是这个比赛跟前面不同。它既要体现出你们的能力，同时还有一些策略，还有很周密的战术需要你们在这当中体现。好，那么林丹，其实讲到比赛，我相信大家还是都希望能够获胜，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性，非常正常，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桃子，既然要有最好的表现，我觉得两位要非常的 relax， 非常的放松，所以我想问 Matteo 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的记忆力可以这么的好，所以同时可以交很多女朋友，可以分别记住他们很多不同的电话号码跟特征和小名？diciamo che la memoria mi aiuta molto. Sì. Però non fatemi dire cose scomode perché c'è qui la mia signan che è per la. Beautiful. 这是我一直在说的，我说很多选手都有天赋，但是天赋最后能否有一番成就，就是看你的兴趣。我不管你是泡妞的兴趣还是做科研的兴趣，兴趣反正很重要。我刚才看到你们两个窃窃私语，什么意思？我和 Bob 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规则上好像还比较容易了一点，我们想加一点难度。Pose to give some addition problems between the memorization and the test to keep the memories from consolidating too quickly and firmly. 我也觉得这个项目现在是有点简单。哎呦，脾气那么大。He said it's too simple. He wanted to be harder. 那么你告诉我，你要给他们加的额外加的那个项目是什么呢？We will give them some addition problems with numbers. They must add the numbers to mix up the numbers in their heads from forming too quickly and firmly in memory. 啊，说我们商量的结果是，记住飞碟杯15个数字以后，我们在中间列一个板子，由 Bob 写出10个简单的算术题，然后你把10个数学题解完以后，再回到位子上把数字给写下来。我们的节目叫最强大脑，他们是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必须给他一点难度，我们想看高手的极限在哪。我首先问一下天胜，你觉得加试这个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 ？OK， Matteo 你愿意吗？哎呦 ，I agree， very good， 哎呀，好，非常好，好。这个是谁呢？意大利队先出场。好，两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请上，这里。对呀。
接下来我们请 Rob Decimo 教授来出题。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Mateo, 你要挑战的时间是多长？ 10 secondi. 我们就请林丹先生在标有零到九的飞碟当中选出15个飞碟，有请林丹先生。准备好了没有？请，请上挑战位。Sono pronto. 好 ，three, two, one, go, go, go.Finished, but. Mateo 已经写好了，到底正确不正确呢？现在我们就开始验证。第一行，他写的是九。第一行九，正确。好。第二行四。三行，六，九，五。第三行，六，九，五，正确。正确。第四行。九八六九，我看一下，对，它的确是九八六九，它是三五六六。回答错误。那么我们也还看一下最后一行，三八零三，五三八零七，没有完全正确。好，接下来就轮到中国战队的吴天胜。刚才 Mateo 记忆的时间是10秒钟，
现在轮到你选择，您的记忆时间是。我觉得他叫九秒就能赢了，但是我觉得数字记忆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的强项。我想挑战一下六秒钟。啊？6 secondi è difficile. 什么？喂？为什么？为什么？你挑战的是六秒钟。十秒不就可以了吗？等一下，吴天胜，你确认你刚才说的是六秒吗？我们鼓励理性的行为。对，好，选一个六秒，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但是我可以看出他作为世界记忆大赛的冠军，他那种心里自己的骄傲，他愿意试最难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有请国际评审。接下来，吴天胜，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请你上挑战位。好，可以了。Three.2, 1, go! 直动。科学助理把底板拿到我的身边来进行验证。第一行，二。第一行二。正确。正确。第二行，四，八。第二行四八正确。第三行，五。5 9 0正确。第四行，6 9 8 2。第四行6 9 8 2正确。关键的最后一行，第一个数字是6。六正确。第二个数字是8。八正确。第三个数字是4。四正确。第四个数字是7。七正确。最后一个数字是7。
最后一个数字是7。 7正确。 好，那么其实比赛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那么吴天胜是这一轮比赛的最后的胜者，祝贺你！谢谢。好，同样，我们也把掌声献给勇敢的马队友。回来，我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出那么难的题目？ 经历eLife一期，精彩稍后继续。电动车领导者艾玛提醒您，精彩继续。销量领先的艾玛电动车提醒您，你可以登录到最强大脑的官方网站，也可以到摩托网的最强大脑专区参与报名。另外呢，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江苏卫视最强大脑的官方账号参与节目的互动，你有机会获得艾玛电动车为你送出的精美礼品。 我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出那么难的题目？其实我们是防止两个事情，一是防止你的图像记忆，你用的是感知记忆，感知记忆的话就像照一张照片一样，然后你过去就默写数字了。这样的话就非常简单，所以我们要你中间做数学题，而图像记忆会很快的衰减，你知道做数学题的时候它就会遗忘的很快。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 防止你在心里默念那些数字，防止你做 mental rehearsal， 就是重复在心里读那些东西，所以设计了双任务，给一些额外的干扰来增加难度。We know from neuroscience now that our memory i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that of the camera or the computer. When you saw both contestants walk away from the board, you can tell how much work they were doing in their minds to organize those numbers and store them. It was really intense, but actually we'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a lot about what the brain's doing during that organization process, and that's what makes brain research so exciting today. 那么，在这个舞台上还是会有胜负结果的。四轮比赛的结果是，中国队以3-1取得了中国战队与意大利脑力精英比赛的胜利。 好，今天的中国战队对战意大利的脑力精英队的比赛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下期期待中国战队出战，西班牙战队，大家拭目以待。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感谢金立eLife S5.5最薄智能手机电动车领导者艾玛。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我们也要感谢呢，盼盼核桃会以及沃尔沃E7智能科技最强动力的大力支持。我们同样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作为最强大脑的全程科学顾问。最强大脑更多的精彩内容，你可以登录到江苏卫视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PPTV 了解和观看，也可以登录到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和腾讯娱乐了解相关的节目的内容。你也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和腾讯新闻客户端了解节目，并参加新闻留言互动。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最强大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